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要开始跑第四章的非日常，就调查，然后加上班级审判。那我们一如既往的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要酝酿情绪，准备要喊一个口号，你懂吗？大家知道我们要喊什么口号？来，准备聊天室，准备。好，我们要来哦，准备喊这个口号，三二一，干你小高，还我这一幕啊！操你妈的！好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现在今天死了死者是我们的钢弹二大，机器人二大。某种凶器速度敲打的，二大叔叔，二大大叔，拿来当凶器也太重了。だから言っただろ。よし、俺の体よ、持ってくる。三倍威力什么鬼啊？太过明显了。太干净了，简直像新的一样。到底从哪里来的呢？身为一个超高校级的工程师，身上带个锤子，啊，就是你呀，左右田。就是左右田，左右田就是凶手。有一些小小的类似石头的。ほら。あのね。あれ？这是重要的线索。门被上锁了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
头部受到强烈的重击，找到非比寻常的力道冲击吧。金属绳索绑住，连条手脚都被同样的绳金属绳索绑住，捆绑起来。对方可是那个机器人二大，怎么会绑起来的呢？有一个类似圆圈。左右天，你他妈在搞屁呀、啊！睡眠按钮。是还要什么调查的吗？哦，今天凌晨的事。哦，某种竞争，哎，真的耶。哦，所以他是在那个时候被杀死的。生气耶！だからさ、哦。什么声音啊？ねえねえ、闹钟。では。あのさ、ねえねえ。不想离开二大的身边吧？真的听到一个钟声，哎，搞笑！过来，
电话在响。这个啊，电梯被弄坏了，门的按钮都被破坏了。哎，过来！哎呀，そうか。大きい。まあ、うん。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大显身手，还有什么时候能大显身手呢？需要零件。内外两侧都封起来了，为什么两边都封锁呢？很令人在意。被杀了两次的男人，自改哦。我现在是希望除了なんだと。おいおい。
就这人家说的话不可能兜得上吧。おかしいな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这边会不知道呢？いきなりそんなもんだ。ちょっと俺じゃねえよ。壁にかけてあった時計が急だったら。俺にな、その。うっせえよ。あ？まあね。貴様。あ？つうかよ。ほほほ。このプレッシャーは。お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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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おい。怎么有点紧紧抓住小桃龙了？职业的喽。了解了解，我们都懂。あのね。それに。なんだと。え。てめえ。企图扰乱我们。太奇怪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只有我这边听到呢？想起过去的种种，偷偷掉泪之类的。难道被说中了？想起了边谷山同学的事。作ろう。だってよ。なるほどな。突然聊笑，太帅了吧！
来电梯和草莓走廊深处的门。电梯和草莓，我想先看一下他住的房间来。住高级房间，是因为高级房间的隔音很好吗？装置出了问题。赌命游戏。